好，铁姐们，欢迎来到美丽的草铁镇。我们要去小院干活了。今天把那个大石头墙不倒了吗？给它开个门，开个门，把大石头看怎么弄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完了，今天准备在这儿开个门，这个墙就不推了，就把这儿这个门开开得了。但是不推吧，有点危险啊。但是怎么处理一下？它这个墙以前呢，你看这里边都是用土给塞的缝，不结实，而且这块都已经有弧度了。这有小的，我怕这危险呢，不推。怎么处理一下？今天先开这个门吧。这几个老娘们啊，肯定干不了这个活啊。对于我自个儿来讲，这工作量太大了，都得一点点搬出来呀。你戴个手套啊。在这儿不有手套吗？戴手套。我刚开始寻思在这儿开个门就得了，但是看来现在光开个门不行啊。那边这个墙看着挺好的，你投到这边拿回来。你看这边，这太危险了，主要是有小的。有小的这弄不好，这一下雨啥的塌了以后你咋整啊？所以这个墙还是得处理啊。阿霞今天可以，今天中午吃那个馒头吃了，我妈做的馒头大这么大一个，吃一个。保留这个墙的情况下，我想了一个辙呀，但是可能弄出来不太好看，我们就把倒塌的这片大石头，然后就剁这儿。给它堆起来，堆起来就等于在后边给它扶一下，这不就塌不了了吗？但是这块估计就不能好看了。可算是找到好玩的了，铁铁啊！这水好呀，这水喝也好，养鱼也好啊，这水井水呀、啊。TV 的线呢、啊？你看多能干，都没让他干呢，一刻不停啊。干啥？干啥？哎呀，这个臭崽子。你娘在这干活啊，你嗯什么玩意儿嗯啊。好吧，你去跟他一块干吧。啊。那天小蜗牛呢，刚才小蜗牛。哎呀。没事没事。其实铁警啊，这就是一直我想要的田园生活啊。啊，阿霞看见王厂长来了，还会说你的劳工来了。他的劳工来了。哎呀，爸爸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看我跑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一收拾，俺家都住在这边，俺家都住在那边就得了。收拾啊，挺好。对呀、啊，把他安排很好哈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他俩在那桶里边洗面包啊，洗完了就拿出来吃啊。他滋啦啦水呢，你可真知道干净。这个在这远。你干什么你啊？他妈领着杨三狗回家睡觉了。我自个儿把这个墙修复了一下，这儿上午扔在这边的石头全部都挪到这边了，因为这个墙快倒了嘛，直接就堆这儿给它顶上。完了，到时候这边怎么弄啊？我就弄点那个爬墙虎啊，或者什么芸豆搁这一种，给它爬满墙，全都挡上了，啥看不见，多好。哎呦妈！这活真累啊！挺好。啊。三狗睡完觉了，霞三过来视察来了，怎么样 ？Very 累啊！今儿太累了，出了大力了，提早下班吧。提早下班去视察，买点海鲜啥的，就犒劳犒劳我自个儿吧。真累啊，铁兄，这活你说，哎呦，不好整。这 flower， 月季花。摸吧，你摸一下。他不敢摸。这是掉了吗？啊、
哎呦，我厉害呀！摸一下。什么地方能钓这么大鱼？水库里。哎呦，第一次看，你看摸这么大，嗯。真好啊！嗯。村里生活就是好啊，弟兄们。关门买海鲜，一回来就忙活上了。哎呀，这能种活了吗？弟兄们。那个院里边弄了两个月季花的菜回来，啊，放在这里就死了。为什么？这里。Try 啊！你再弄点 water 啊。嗯。采购回来了，单独给霞买了个鸡腿，菠萝蜜，草莓，买点咸的，买点螃蟹。嘎嘎，没带这个嘎嘎去买东西，人家还问怎么没带呢，压小宝贝出来。哎，吃完饭了，我是最后一名。阿霞今天看应该看我干活怪累的，她现在也在这抓我了，她也要跟我齐头并进，跟我一起发扬比学赶帮操的模式，把我们的生活就是展望未来美好新明天。我小头组织的还行哈，弟弟们。哎，来这吃口烤。时间。来好。你看，都是你的。你打开看看，来打开看看。打开买鸭子那尿不湿。咱这个尿不湿这么贵吗，弟弟们？这一片合到人民币2.4块。我们在巴基斯坦用的是同一个牌子。巴基斯坦那头买这个算一算，合到人民币才1块钱，差这么多。哎呀，我看你能不能搬起来了。哎，抓不住啊，太滑了。哎，你可以呀，你可以，明天给我去搬石头去，明天啊。